今天的水果有这个火参果、甘蔗、大樱桃、荔枝、杏呀，还有这个大澳芒。这会儿还藏了一个小油桃。然后这个火参果是我第一次吃啊，我都不知道它咋吃，我看人们是这样吃，这里面跟黄瓜籽似的。确实是黄瓜籽的味道，有点酸。他们说这个东西应该放蜂蜜吃。来吃这个大澳芒，很大很大。这个大樱桃也很大。